你骑车干嘛去？买雪糕。买雪糕？来，给你钱。我有钱。哇，有呀。那你路上慢着点哈。我去门口看看小米回来了没有呀？哇，小米回来了！哇，买的啥雪糕呀？这是火炬！哇，这么大呀！那我们尝尝好不好吃，行不行？哇，从哪撕开呀？哎呦，你不会打不开吧？打开了。哦，小米力气好大呀，上去就把这个雪糕给打开了，看看里边是什么样子的呀。哇，好大，巧克力的，里边是啥呀？牛奶的，好不好吃？咦，后边那是谁呀？弟呀。我们要不要给弟弟吃一点呀？行。来，给弟弟吃一点，弟弟，你要不要吃呀？哇，小米好乖啊，还给弟弟分享着吃，真棒。